是我坏蛋，那是你喜欢我送给你。这鬼画符还好意思送给我，赶紧上来擦掉。哎，那我还是先卖掉吧。卖什么卖？你干什么？现在开始拍卖知名抽象漫画家光头大师的画作。小雕大牙了，就他还知名画家。这幅画简直轻轻破出肥而不腻，我出500万。500万？这幅画简直洗涤了我的灵魂，1000万。出1亿！我一辈子都赚不了这么多钱呀！1亿一次，2次，3次，好，成交！是的，这样都能卖1亿，那我这样的话能卖多少？画得这么辣眼睛，一分钱不值。报告，我迟到了，一个月迟到32次。你这种态度，以后长大能干什么？作业就是赶作业，你还找借口？你好，你不是大明星白泽吗？我们眼镜导演想在这里拍一场戏，可以耽误你一点时间吗？眼镜导演？不错，我就是大导演方唐镜。我们这部最新大制作电影还差一个女主的替身，可以和大明星白泽演对手戏，至少1亿50万。不知道小米老师有没有兴趣呢？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好，各单位注意，安全。在这里拍吗？大明星白泽呢？放心吧，快去把他披上去。剧本台词呢？快去给你披上去。先念1、2、3、4、5。1、2、3、4、5。怪物，你受死了吧！我们这次拍的电影是《奥特曼大战丑八怪兽》。小米老师，你演的真棒！我什么时候能露脸呀，导演？不要，你是杀青了。你片酬1亿50万，刚才你只演了10秒钟，来，这100块片酬给你。老师，我想请假。请假？你一天到晚比我都忙是吧？不准请假！老板快出来，大家都在等你呢。什么？你叫他老板？对啊，他是老板啊。老板好。我就是继承了点家族生意，确实比较忙。我的家人一个个都是什么怪物啊？一个大艺术家，一个大导演，这个还是大老板？品种，我给你准假了，你们慢走，别耽误了事业。老板，给我来10个烤红薯。是的。